今天就来看看房车会客厅里能玩出什么花样，走。首先注意到的肯定是飞翔用心制作的豪华舒适航空座椅，致力于给车友带来安逸舒畅的乘车感受。米白色基调很是温馨，座椅靠背和头枕完全按照人体工程学设计，更好调整坐姿来保护脊柱安全。八项可调节功能由侧边的两个可扭动开关来实现，前后左右都能滑动，自由调节靠背倚托。晚上和爱人一起泡泡脚聊聊天一定很惬意。前面这块空余比较宽敞，应急时可以用来打地铺，一名成年男子使用完全不会感觉拥挤。前方驾驶座椅也可180度旋转，空间也会更加通透明亮。在墙体一侧隐藏着飞翔的专利产品一键可升降折叠桌，设计的理念就是有需要时它就是桌子，不需要时它就贴墙而立，不占客厅空间。墙体一侧安装操作按键和充电口，上升暂停下降，需要时一键升起立起直腿，一张70×53公分的商务桌就可以为您贴心服务。想要四人围桌畅谈，可直接拓展为120×53公分的尺寸。这种随用随开的设计，有没有让您感觉到用心呢？舒适座椅有了，放零食的小桌子有了，那就尽情享受追剧的时光吧。视线所及之处就是32寸超大液晶网络电视，联网投屏样样行。旁边还有两个大音响，无损音质和超清画质，您要的飞翔都能给您。一桌两椅，越人越挤，电视音响娱乐欢畅，简简单单的会客厅可以给您最轻松的休闲娱乐空间。想要解锁更多细节吗？点个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。